尊敬的胡总干事，啊，诸位校长、老师，啊，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啊！阿弥陀佛啊！首先啊，非常感谢啊，我们。 啊，上悟下行法师啊，还有我们啊胡总啊陈校长啊诸位干部啊诸位同仁啊，给陈德啊这个向大家学习的机会啊，陈德感觉啊非常的欢喜啊。首先呢啊,啊先。 质疑啊，感恩的心情啊，阿弥陀佛。哦，因为啊，承德啊是在啊这一片土地上啊成长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一片土地啊啊对呃承德啊啊是有。 再造的恩德，哦、那包含呢？承德出家啊，就是在我们极乐寺啊、哦，当时候啊，我们整个极乐寺啊，上上下下啊，为了承德啊，出家的事啊，啊，真的是煞费心血。 啊，结果后来出了家呢，就回到英国汉学院了。啊，所以都没有很好啊，啊，能够报答这个恩德啊，所以十分感谢啊，有这个机会啊，能够让承德啊，为我们极乐寺的一条龙啊，能尽一点心力啊，包含。 啊，我们办一条龙的目的啊，是为了成就人才啊，而真有真正的人才出现啊，对于这一片土地会有莫大的帮助。哦、啊，而这个一条龙的理念。 啊，现在全世界各地呀、啊，都非常的积极响应。啊，当然，啊，我们非常感佩啊，我们师父上人啊，对于弘扬一条龙教育的高度重视。 而为什么这么重视一条龙的教学啊？我们每一个弟子啊，应该很用心的去感悟、去体察。哦、啊，当然啊，也有同修说。 啊，这老和尚让干啥就干啥，哦，那这个是很有善根了、哦，很听话啊、哦，啊，勇于承担都不退缩。但老和尚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任务，重视这一件事？那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呢、啊。 都要深刻体会的，好啊！举个例子，啊，我们开启法师啊，他十几岁呀、啊，就跟随老法师学习呀、啊，啊，所以大家看，我们开启法师很有福报相啊。 好、哦、像陈德啊，一看就是青面书生啊啊，比较没有福报。那开基法师，哇，他的耳垂就很很长，<laughs> 十几岁就可以跟随老法师学习了。<laughs> 那在英国汉学院开创之初，老人家就跟他说：“你好好用功。” 啊，考汉学院，哦、那开启法师依教奉行啊，就很努力，结果考雅思啊，考了好几次，啊，真是百折不挠啊！<laughs> 我现在想都非常敬佩他，好、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我也得考雅思啊，考英文了，啊、哦。 让我跟大众分享传统文化两个小时啊，哦，我不会觉得累。好、啊，让我学英文半个小时啊，我得躺一下哦。哦，这个三十年没有捡起来的东西啊，我现在念起来很费劲哦。哦，结果呢？好、啊，我才。 需要考四分呢、啊，哦，我学的就已经精疲力尽啊、哦。而开基法师他们要考六分呢、啊，而且考了好几次啊，哎，最后考上了。啊，正准备来英国汉学院读书啊，老法师说：“啊，你不用去了，嗯，你就做我的秘书吧。” 哦，那假如老人家叫你去做的事啊，后来他变了，你不了解他每一件事叫你去做的用意，那我们弟子会不会产生说：“哎，那怎么一下叫我做这个，一下叫我做那个？”哦，还起个念头，老法师怎么变来变去的、啊？哇，那麻烦了。 看不懂老人家的用意，又起个念头，老和尚怎么变来变去的？哎，那我们对老人家会不会有疑心呢、啊？哦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个传统文化是师道啊，佛法是师道啊。 而《法华经》告诉我们呢，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呢、啊，所谓化导令得见佛啊！啊，我们看《法华经》这一段话啊，善知识，我们一指的老师啊，是大因缘，代表什么？ 在我们修学的因缘当中，它排第一位，所以叫大因缘呐、啊。啊，要透过善知识，才能引导我们恢复自信啊。所以它是最重要的、啊。《啊。华严经》要提醒我们。 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呀、啊。那代表佛法不是靠自己读就能读通的啊。读着读着都依自己的意识去理解，会解偏了、啊。解偏之后要再转变，可不容易呀、啊。哦，佛门有一句话说啊。 舍身容易，舍贱难呐！啊，今天啊，说为了传统文化肯牺牲生命的站出来，我看不少人愿意啊！啊，因为修行人不怕死了，死的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也不怕，死的有价值啊！但这是舍身容易哦。 舍艰难啊！我们对于佛法的见解偏掉了，自己又觉得很对，不容易调整了。哦，哎，一个团体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是听老法师讲经的，可是，在探讨一件事的时候，不容易达成共识。 哎，那到底谁的见解不对？但是都说是伊老法是教的、啊，哦，所以善知识才能引领我们建立正知正见的、啊、所以修行，首重发菩提心。 发了心以后啊，要建立正知正见，啊，才能指导我们修行，指导我们弘护正法，指导我们的起心动念、一言一行。啊，所以老法师讲经常常有一句法语。 随顺圣贤、佛菩萨教诲，啊，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哦，哎，这只是一句法语哦，但这一句法语在哪里呢？哦，这一句法语，假如跟《中庸》的一句法语合起来体会啊，就不一样了。 中庸开篇就说了：“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礼也，可离非道也。”哦，那这一句随顺圣贤、佛菩萨教诲，那不可虚于理也。哦，那等于是我们的念头，哎，要依儒释道圣人的教诲，啊，一言一行。 要依圣人的教诲啊！我相信我们现在投入一条龙事业，投入弘护正法，都是一份呢、啊、报恩的心啊，一份对祖先啊、对祖师大德，对师父上人的孝心也是对众生的。 慈悲心，我们也期许啊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我们有这个心境，有这个态度，而实实际上，我们真正进入教学中，进入行政工作中啊，那每天的净缘可不少啊。 印光祖师说：“啊，日用之间，万境交集呀！啊，一天有多少个境界？啊，印祖说万境哦！啊，哎，印祖接着提醒：一不觉察，我们一没有反观觉照到了，难免种种违理情想，撇耳而生。” 啊，违背性德的念头、情绪、脾气上来了，啊，瞥尔而,而生了、啊。啊，那慈想既生，真心岁寿故必了。啊，这一段是在《了凡四训》序文，印光祖师这一篇开始，非常的精辟。啊，大家有空啊，可以多学习几遍。 啊，我们的真心被我们的妄心障住了。那当我们不是用真心的时候，我们在教学，学生能得力吗？我们在办事，对事能有帮助吗？好，好，尤其处理事情啊，确实不简单了、啊。 啊，以前听老法师讲经啊，有提到啊，他老人家有一个同学啊,啊是教授，后来啊被好像是成功大学啊请去，好像做教务主任，啊做管理阶层呢、啊。 后来做了半年了、啊，回来了。哦，那师傅上人见到他就问了这件事啊。啊、哦，他的同学说：“哎呀，那个行政工作、啊、真不是人干的。<laughs> ”哦，<laughs> 哦，以前听只当故事听啊。哎呦，真正自己又要教学又要搞行政啊。 哎呀，感触颇深呐、啊！哦，啊，也曾经跟师傅上人说了，哎呀，承德的藏身慧解啊，能力实在很不足啊！哦，真正办起事来，习气都现前了。我到底是在…… 弘扬传统文化还是在障碍传统文化？啊，我我在师傅上人面前话都讲到这样了，<laughs> 哦，但是这是我应该要讲的，啊、哦，因为要主动，要及时汇报啊，啊，自己的修学状况、办事状况，要让师傅上人知道啊，他才好指导我啊。 在讲的过程呢，啊，师傅就有说了，你的情况我知道，嗯，你的情况我知道，哦，后来讲完了，啊，我是跟师傅说啊，呃，是不是让陈德归零重新来啊？然后师傅呢停了一下，接着跟我讲，没人做啊，啊，我就听懂了啊，没人做。 老老实实做，哎 <laughs>，那师傅让我做，他又清楚我的情况，那我要听话啊啊！师傅让我做，我不做，那我就不听话了啊我出学佛的时候啊，听师傅讲经啊，啊，听到一段很震撼呐、啊。 老法师说：“我一个学生都没有啊！”哇，我当时听，哇，师傅的惊叫，五大洲的弟子都在听啊。老人家怎么说我一个弟子都没有啊？哦，其实这些话都很值得我们弟子们深思啊。 我们真的能够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吗？啊啊，我们这个勇于承担的勇气比较强，还是退缩的习气比较强呢？还是过去生修小成人的习气比较强呢？ 哦，那这个诸位同道啊啊，我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去啊、哦，跟他们校长职工会配合课程啊，他们都称呼啊教育界的同仁啊叫同道，哎，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的啊，叫同道中人呢、啊。 啊、哦，所以，啊、哦，刚刚啊，陈德提到了，啊，是我们勇于承担的勇气强，还是我们治疗和小成人的习气强啊、哦，但是陈德讲到这里啊，大家也不要听得太激动，不是说你去为众生，然后呢？ 自己的修行越来越退步，这也不对哦。但是真正用对心呢、啊，一定是治他两利，治他不恶。哎，我们要入不恶法门哦，不能再。 常常在两难当中哦，常常在过与不及当中哦，好，我们得时时啊往真心、往中道走啊！啊，最近啊，我们汉学院啊，三个学生。 硕士毕业啊，是四个学生毕业一个啊，回国去服务了啊，三个留在英国汉学院。好，那提到这个话题啊，啊，就有一个心得、啊、跟大家汇报啊，就是在这一条路上啊，常常遇到，哎呦。 人手不够啦、啊，到底撑不撑得过去啊？啊最后都是 just make，啊啊，就是刚好撑过去了。啊，像我们这一次，哎，是 just make 还是 just m a c h 啊？啊，just m a h 啊。<laughs> 哦，大家看得出来我的英文不怎么样啊、哦！哦，不过我也遇上了境界了啊、哦！哦，明年还得考英文了啊、哦！啊、哦，所以老法师说不能挑境界修行啊，我现在也没得挑了啊，还得学英文啊！啊，像我们汉学院。 啊，报名的学生呢，都要经过一个月啊，或者四十五天啊，要看当时候办班的因缘啊的扎根班培训啊，通过的啊才有录取。那办班啊，要我有,有我们的工作团队啊，哎，结果办班初期呀、啊。 啊，正在着划，几个重要干部啊，家里有事，啊，那负责的同仁担心了，哎呀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这办得办的好吗？啊啊，所以老法师的法语就很重要了，啊，佛菩萨安排啊，自己不操心，安住当下，把心用对，去应对就好了。 哎，大家一起想办法嘛，办法总比问题多啊！啊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佛法是圆融的、啊，佛法是世事无碍的、啊。哎，结果就想起我们毕业的同学，啊，哎，打电话给那一届的同学。 啊，他们是三个人毕业了，啊，问他们，你们可不可以一个人来协助我们办班呢？啊，结果没多久啊，就给我回信息了，法师啊，我们三个人都去，啊，我眼泪差点没有掉下来啊，<laughs> 忍住了啊、哦，很感动啊。 哎，你看子弟兵在协助了啊,啊，后来顺利啊，把班办完了。哎，看到他们也很有成长啊，所以实实在在讲啊，很多事都是我们瞎操心了、啊、哦。所以老法师承德基督的一开始啊，跟老法师学习。 都还没见过他老人家，都是在电视啊看到的，啊，是在录音带里面听到的，啊，有一次是在电视上看，看老法师说啊，说你真正为正法为众生，啊，你吃不上饭，啊讲到这里啊，师傅就转身了，啊，这手就比着后面了、啊。 委托菩萨彻职查办，哇！当时我听了很震撼的、啊，头皮发麻、啊。<laughs> 首先感受什么？感受老法师啊对佛菩萨的信心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！任何境界啊！ 只要我们信心不动，都能解决。事事是好事啊，怎么不能解决？心态用对了，这个事一定往好的方向转啊。心态对了，烦恼可以成菩提呀、啊，危机。 可以成转机呀、啊，悲愤可以成力量啊！啊，所以佛法特别强调转念啊。念头是根本的啊，心生则种种法生啊。啊，大家冷静去观察。 现在的人都很忙碌，哎，家里为什么学佛？哎，某个家人生病了，啊、哦，某个家人去世了，啊、哦，这个时候刚好家里的人有学佛的，哎，又表演的非常好，啊、哦，不慌不忙，啊、哦，哎，护持好家里的。 的长辈走得很舒顺，全身柔软，哎，本来忙碌中的亲人从来没想过要学佛的，就因为这一件事，大家学佛了。你看，本来是一件可能世间人觉得不好的事情，我们的心都用对了，都是好境界呀、啊。 所以《金刚经》才说啊，信心清净，提升实相啊！哦，那一天遇到一位企业界的总经理啊，他从上层的问题到基层的问题啊，到面对行销的问题，跟我交流。 啊，那我们也得随顺这些因缘锻炼呐，啊，不然学了一大堆理论，是不是真能解决问题呀？啊，不然世间还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、啊。我们读的都是理论的东西，用不到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、接物。 那人家会相信传统文化管用吗？所以这个初学佛啊，先入为主啊。啊，刚刚跟大家已经谈到好几个，一开始听经的时候，老法师教的，哎，韦陀菩萨测执啥办呢？哎，我们的信心建立起来了。 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啊，哎，刚刚陈德讲的，老法师说的，跟我们教学有没有关系啊？哦，大家不要听到现在说，这个陈德法师到底开不开始啊？啊，哦，我已经开始很久了啊、哦，<laughs> 不是要讲一条龙吗？今天不是发了一个资料吗？怎么这个资料还不讲呢？啊？ 哦，大家不要执着哦，我我会讲的哦。<laughs> 哦，比方说，老法师跟我们说：“啊，你弘扬正法没饭吃，韦陀菩萨撤职咋办？”这个就是教育里面的预防法，先给你做好心理建设。 哦，所以《礼记学记》讲到了“静于未发之谓欲”啊。老法师在讲学的时候有没有在用预防法？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有没有在用预防法？啊，我记得老法师还说啊。 你弘扬正法，一天没饭吃，你就念一天佛；两天没饭吃，你就念两天佛；七天没饭吃，你就往生极乐世界了。哦，这最坏的情况都已经给我们交代了，那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<laughs> 所以佛经妙啊，妙法、啊、哦！每一次念到那个无量寿经，就是、说假使大火满三千，成佛威德悉能超，那核子弹也不怕啦，<laughs> 还有什么好怕的啊？最坏的情况都有方法了，佛都已经交代了，成佛威德悉能超，除非我们不信佛，我们才会担心啊。 信了没事啊！啊，理得心安呐、啊，道理明白了，心只在真理上，心不只在担忧上，啊，不只在呀、啊、烦恼上，你比方说现在这个社会。 风气比较乱呢、啊，啊，但共业当中有别业啊，我们都要用经教思维啊。我们假如啊看个新闻啊，听这个也怕，听那个也怕，最后不止自己怕，还把这个怕传递给自己的家人了、啊。大家要知道啊。 恐惧慢慢积累，积累到某个程度，会影响整个身心的。啊，十九世纪最严重的是心脏病，二十世纪最严重的是癌症，二十一世纪科学家预估最严重的是忧郁症。 现在这个数字哦很高哦，你看自杀都是一定都有忧郁倾向才会走到这么严重哦。哦，哦所以老法师有说啊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不学佛还能活得好啊，实在很不可能啊。 他不明白这些道理啊，他看到那么多现象，他会难过的，他会烦恼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《无量寿经》又说了：啊，众生若有急难恐怖，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无不得解脱。大家假如相信观音菩萨的愿力。 你教你的孩子从小，他就要知道这个真相，啊，他就不会恐惧了。任何时候，他自成念观音菩萨，一定会逢凶化吉。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啊，承德也遇过啊，啊，啊，还是刚好在，哦，我们师傅在香港住的山顶花园。 啊，我自己出去散步啊，结果走走走到一条路上比较没有人的，突然冲出来五六只狗啊！哎，你看我怎么办？五六只狗，我一跑，它更咬我了、啊。<laughs> 哦，啊，这说不能慌啊！哎呀，合掌，而且我还闭上眼睛。 因为我怕我看呢、欸，我会害怕、啊。<laughs> 闭上眼睛比较不会怕、啊，一闭上眼睛，赶快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念了，啊，念了一会儿，哎，没有听到狗叫声了，啊，张开眼睛，哎，他们离开了，哎，信解行正啊我们自己去行了。 自己也会有一点体证啊，哎 <laughs>、欸，真的灵验哦！你看，那观音菩萨啊，可能人家狗狗能看到的比我还多啊。<laughs> 哦，说不定我们念人家有看到观音菩萨，我还没看到呢。哦，所以佛经里面都在安我们的心呢、啊。 师父上人以及他的老师，还有这些祖师，很多都在安我们的心呢、啊。哎，都是预防法、啊。你看李炳南老师跟老和尚说啊：“你讲的经啊，讲的不好还好，你讲的好。”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这叫预防法。嗯，哎 <laughs>，后来师傅出家了，讲经了，哎，没住的地方哦。李老师早就跟我讲了，啊，心里也不会落差太大。哎 <laughs>，很多人是因为落差太大，信心。 提不起来啦。啊、哦，所以这个预防法很重要啊。其实我们一个弘法的团队啊,啊，对于一个新进的弘护人员，也都是要给他做值钱的培训的，啊、哦，不只是专业技能的培训，更重要是他弘护正法的支见。 弘护正法的心态要、啊、要给他引导正确呀、啊。什么事情啊，都要慎于始、哦。所以从林二使者啊，从林二使者其实就是经营道场、经营弘法团体的原理原则啊，其中有一条。 凡事以欲利为不乱，啊，凡事欲则立呀，啊，凡事以欲立为不乱。人员进来，一开始就要把它引导好，啊，事情事前要准备好，不然会手忙脚乱的、啊，啊，甚至于是要决断一个姻缘。 一开始做还是不做，要慎重，要度得量力呀、啊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啊！啊、哦，说哎呀，这个这个孩子太可怜了，我们收吧。哦，大家要注意哦，要度得量力哦。你学生说的太多了哈、哦，接下来是老师累垮。 慈悲是可贵的哦，啊，但是慈悲还要配合理智哦，啊，悲智双运哦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但祖师也提醒我们：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 好、哦，那这这些其实啊，都跟我们每一天处理事息息相关啊。这个我们呢，在后面呢，再跟大家讨论啊。假如继续这样讨论下去啊可能今天啊，老和尚这一段开示都没讲到啊，可能啊，到时候啊，有诸位同道生烦恼了。这个陈德华是怎么？ 啊、呃，一句也没讲啊！<laughs> 好，所以我先拉回来啊，先拉回来啊，这个我们再来谈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都要看懂啊，老法师的表演，他是怎么教学的？啊，我们今天从事教学工作了。 师父上人是我们的好榜样啊！哎，《九十连谱》是教战手册啊，啊，使用手册啊，啊他老人家弘法六十多年，怎么做的？啊，包含李炳南老师啊，在台湾教化三十八年，影响几十万人呐、啊，多少人因为他的教诲往生成佛啦？ 啊，少说也有几百人呐、啊。啊，他们的一言一行啊，都是我们的学处啊。啊，就像啊，我们刚刚说《礼记学记》，静于未发之未欲。当其可之未时啊，这叫及时法，抓住那个机会教育点。 我敢保证呢、啊，我们每一天到学校里面去啊，不知道有多少个机会教育点会出现的、啊。啊啊，可能孩子的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机会点出现的、啊，但是我们老师要很安定啊，抓住这么一个机会点，就可以长善救失啊。 啊，这又是《学记》里面教的，“教也者，长善而救其失者也。”哎，掌握住了，利益孩子；没掌握住啊，孩子这一个错误，我马上大发雷霆。啊，孩子说，老师又来了啊，啊，老师又发脾气了。 你说那那孩子能得力吗？啊、哦，我在面对家长的时候也是跟他们沟通啊。有情绪的时候，发脾气的时候不要教孩子；要教孩子的时候，一定要心平气和，不然适得其反。啊、哦，我们的祖先也教我们呢、啊。 心平气和则能言呐，啊，心平气和才能讲话啊。我们一有情绪了，讲出来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啊，最后自己还觉得很很委屈啊 <laughs> 我是好意啊，怎么他们理解成这样了、啊？ 啊，这个我也有惨痛的经验哦，哦，有时候，啊，跟同事讲话呢，稍微提高四度而已，还没八度啊、哦，提高一点而已，啊，我还觉得自己是义正词严，人家听起来是蔡老师发脾气了。<laughs> 哦，但经一事长一智，哦，哦，不能这个时候说我哪有，我哪有，那那。嗯嗯 这这个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呀、啊。哦、嗯，既然人家觉得有，啊，还还是有值得自己啊反省的地方了。好，那我们看李老在老法师受具足戒的时候，啊，大家。 要去分析这个因缘哦，不能只当故事听哦。受具足戒老法师讲经已经两年了哦，老法师是一出家就讲经哦，当天下午就讲经哦。<laughs> 啊，讲经两年了，才有费用啊，去受具足戒啊，受完戒。 回去给老师谢恩呢、啊，啊，那李炳南老师在慈光图书馆等老法师啊，远远看到师父上人，李李老说啊，你要信佛啊，你要信佛啊，上人形容他当时候的心情啊，很惊讶。 我都受具足戒了，出家都两年，讲经两年了，怎么老师还叫我要信佛啊？啊，这个信佛可不是现在拍着胸脯说信啊，遇到很多逆境恶缘的时候，信不信啊？哦，在境界当中，这个信呢、啊，才是比较立得住的、哦。 啊，就像，我们也听过，啊，北部某个念佛团团长，啊，很热心啊，帮人助念，结果晚年生病，同修要去帮他助念了、啊、都被他赶出来了，他不念了，啊，原来、啊。 他是有求的心念佛了，他觉得我念了那么多了，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怎么我还生病啊？他疑心起来了。哎，这个例子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呀、啊。哎，另外一个大家都很感恩的祖师玄奘大师啊，他翻经啊。 空前绝后的成就啊，没有人超过他的贡献呢、啊，翻译经典呢、啊，而且他当时候在印度的时候啊，被当时候印度的大乘佛教徒封为大乘天呐、啊，他他的那种在印度的。 地位最高了，大乘天呐！啊，印度的小乘人称他为谢托天呐。啊，一个中国人在外国的成就，佛佛教界没有没有能超过玄奘大师的。可是他晚年重病，但是大师的念头是。 我是不是有把经翻错了？啊，这一念是我们的学处啊，但求无过啊。结果感得菩萨来宽慰他：“你翻的一点都没有错啊，你过去生曾经做过国王啊，现在这个是重罪轻报啊。” 所以这个祖师的心境，我们目前当目其心呐、啊。我们关照自己，遇到这么大的境缘，自己这个信心会不会受影响？哦，而李炳南老师在老人家回去谢恩的时候。 啊，远远就告诉他的学生，啊，我们的上人说，你要信佛啊，啊，我相信啊，师父终身不止不会忘了这句话，啊，连啊李老的表情动作，我相信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啊 <laughs>、哦，这就是老师啊，教育的智慧啊。 跟跟老人家一讲完，啊，牵着他的手，啊，让他坐下来，告诉他，名山方宝刹的方状住持啊，有时候都不一定信佛啊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机会点。其实啊，《礼记》学记在哪里啊？就在师师父上人，在我们这些。 祖师的应对进退当中啊，一言一行当中啊，啊，所以老法师有一个专题哦，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共同学习的。啊，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，得要善学哦，啊，要善听。 啊，要善思维，学而不思则罔啊，要善思维啊，还要善观察啊。老法师怎么跟李炳南老师学的？这又是一个重点啊，我们说君子务本。 本立而道生啊。这一句话，陈德是在讲《群书制药三六零分享的时候啊，才体会的比较深呢、啊。啊，因为我们编出这一本书啊。 有很多的纲目啊，哎，这个大的纲目君道、臣术，哎，这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哦。一个人要把老师当好，要做之君呢、啊，做之亲，做之师，这君亲师。 你偏在一方这个角色做不圆满的啊！你只有君，没有亲，没有爱护孩子，孩子不愿意亲近你啊！哦，哎，你对他很好，该引导他，该提醒他，你都没有做，你没有做自私啊！啊，你对他很好，哎，你也肯引导他，可是你没有。 以身作则啊，他也不服啊，哦，所以老人家有一个主题、就是专门讲：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师哦，哦，所以君道跟每一个人都有关，哦，其实啊。 佛经每一句啊，都跟我们有关呢、啊。也是因为老法师的教导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真的是先入为主啊。当时老法师就说了，释迦牟尼佛讲的经教啊，我们。 当下都可以做到。假如释迦牟尼佛应激给我们讲的经教，讲完之后跟我们说：“对不起，你做不到。”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？佛讲经又没有说我想讲什么，佛是应激说法啊。佛，你看在在那个香积国。 人家讲的就是煮饭啊呵呵，吃饭啊，呃，怎么吃出智慧来了？那是香积果讲的啦，不是我们，呵呵那是应他们那个那个地区、那个国度的众生根性嘛。哦，那听了上人这一段话，啊，又听他老人家说啊。 要把《无量寿经》变成人生的剧本。哦，我当时听这一句话特别高兴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中文不好啊，我写剧本我也写不出来啊。哦，不用写啊，又是这么好的经典啊！但是因为这一段话，就建立了一个态度：《无量寿经》是人生的剧本。 《无量寿经》每一句都可以做，我们要了解啊。师父曾上人曾经说，释迦牟尼佛提最多次的那句话最重要，不然他不会重复。不知道诸位同道有没有注意到，老法师重复最多的是哪一句？ 所以师傅领进门哦，修行还要靠个人哦。假如还得让老法师说，世尊讲很多的是哪几句？我讲很多的是哪几句？到时候你就嫌他烦了、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教学是艺术哦，点到为止啊。啊、哦，所以当老师当父母不容易哦。 讲话要刚刚好、哦，讲少了听不懂，讲多了嫌烦，啊、哦！但是刚好锻炼我们怎么气入中道，<laughs> 不过与不及，哦，所以说不定你的孩子、你的学生就是极乐世界派来啊，让我们练中道第一义的了，哦，练不要过、不要不及的啦。 哎，说不定是真的哦！哦，所以印光大师说：“看一切人都是菩萨、哦，啊、哦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”哦，那请问大家，这一句话什么时候做啊？哦，这一句话，嗯，我再学五年再来做吧。 哦，这一句话让我调整一下心情，调好了再做吧。呃、我们小时候读过一句话，叫“明日复明日啊，明日何其多啊，我生待明日啊，万事成蹉跎”哦。啊，所以老法师有说啊。 直下承担哦，啊，责任要直下承担。佛陀的教诲也要直下随文度观纳受、哦、承担哦，甚至于我们纳受一句经教，就会放下一个分别执着。 因为你提起正念了嘛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啊。所以师父上人也常说：“放下便是啊。”这些话都很有味道哦。好，那承德自己的观察，老人家讲很多的。 一句话，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、接物之中。这一句话的频率非常高。这一句话我们真的听进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学的每一句经教，我们会做这样的思维了。哎，这一句话，凡事预则立。 不欲则废，我怎么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、接物当中？啊，老法师说，念念为他人着想，哎，我怎么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、接物之中？那这个就要善思维咯、哦。啊，修行靠个人哦。 师傅已经领进门了，老人家讲的圆满哦，表演的也很圆满哦。接下来就要我们弟子接棒喽。好，尤其啊，我们一条龙的姻缘呢，啊，就是。 啊，远的，老人家一直强调啊，教育的重要。啊，近的，啊，因为啊，在二零一九年初，啊，刚好是我们农历春节前后，啊，老人家是在我们吉乐寺过年。啊，当时候啊，老人家是二月十六号。 要回香港，十五号晚上，啊，老人家啊，对我们干部说啊。啊，当时我们胡总啊、刘副总啊，啊，这干部都来了，啊，那出家众是开基法师跟承德，啊，老人家说我有事交代你们啊，我们都围在老人家身边呢，听他老人家教诲。 啊，就是啊，今天早上发给大家的这一篇啊，这都是老人家啊临行前呢、啊、耳提面命,命啊。好，好，那刚刚一开始啊，啊，我跟大家有提到啊，我们不能只是啊，老人家说让干啥就干啥。 而是要去体会老人家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件事，这样我们去做的动力、耐力啊，甚至于是体悟都会不一样啊，不是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啊，啊，要跟老人家同心呢、啊，同心了才好同台演出啊。 而刚刚也跟大家说到开启法师的例子，哦。哎，一开始叫他考汉学院啊，考了好几次，好不容易考上了。后来说你来做我的秘书，哦，那刚好有一次跟开启法师聊起来了。我说老人家每一个指示啊。 都是让我们要表法。哎，英国汉学院在老人家九十岁的时候办起来了。啊，五十年前在佛光山，啊，姻缘没有剧组啊。大家想一想啊，五十年前，假如姻缘就成熟了，哦，那么多。 身材依照李炳南老师依照传统师承的古法来教哦，那有可能现在儒释道的局面呢可能会更好哦。但是大家有没有体会到，因缘不容易呀、啊，因缘要珍惜呀、啊。 承德有幸啊，啊，能够在任务当中啊，啊，尽一点心力啊。那也因为这样，有一些机会能够亲近老人家，但是福报还是有限哦、啊，一年也亲近不了几次啊，一次也是几天啊，因为都有任务嘛。 那老人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想办学、培养人才了，但是九十岁才把英国汉学院办起来，而尤其九十岁前后，我们。 有机会跟着老人家办事情啊，体会到其中在表演一句话：“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”因缘聚散无常啊，这个缘一聚，这个机会没有掌握住啊，啊，过了这个村呢、啊，就没有那个店了、啊。 你就买不到喽、哦。其实啊，曾经老人家给台湾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，可能大家可以想起来，零九年老人家在台湾待了整整快一年的时间。 为什么有这个因缘呢？因为我们高雄的刘医师啊，说帮老人家用牙齿啊，他就慢慢的用，慢慢的用啊。<laughs> 哦，一来是孝心啊，好，二来也希望老人家啊，在这个宝岛哈多弘法。哎，真的，首先呢、啊。 望尽还严观，讲圆满。第二次啊，那是华严经的精华、啊。再来，因为刚好啊，承德啊，庐江的因缘告一段落，也回到台湾，所以几乎我都有跟班到啊，<laughs> 所以这个情况我很清楚啊。 几十个人啊，老人家都邀请他们来座谈了谈什么题目呢？三民主义的精华。老人家用心良苦吧。啊，孙中山先生，他在那个时代是很有见地的啊。啊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。 承德高中的时候，三民主义是全班第一名啊！好、哦，因为我我在念，好像念书都为了考试哦，念的有一点兴致提不起来了啊、哦！突然翻开第一页，思想、信仰、力量啊、哦，好像眼前一亮哦，还自己跑去看看《国富传》。 还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啊 <laughs>，啊，尤其呀、啊，孙中山先生在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老法师也在讲经都提到啊，我印象很深哦，啊，我们炎黄子孙啊，要跟西方人学的机器、科学技术，其他的。 啊，这个政治哲学啊，种种这些思想，要跟我们东方学啊，那几个人用心的，好好的把孙中山先生这些这么宝贵的教诲，去深入呢，啊，去拿来好好办政治呢。 有时候想想啊，很多事、啊、不简单呐、啊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呐，我都可以感觉到啊，老人家是没有讲出来，但是陈德觉得我的感受应该不会偏差，就是只要有一个政治人物站出来，他愿意全力弘扬中华文化。 我相信老人家会全力支持他。可是这样整整一年了、啊、机会没有现前，啊，最后我也跟啊生长我的宝岛 say goodbye，我就去了马来西亚了，在马来西亚待了七年了，啊，现在到英国啊。 也五年了，啊，从二零一六年来的。零九年，假如有一个政治家站出来，台湾现在已经是全中华民族的儿女学习传统文化的宝地了，而且还不是。 炎黄子孙而有，全世界想学中华文化的都会到这里来。那台湾有没有发展？哦，那太阳饼就卖不完啦、啊，凤梨酥也卖不完啦、啊。人家来学习，总要伴手礼拿一些回去吧。啊，我为什么？ 敢这么讲，因为我们零六年在庐庐江啊推广《弟子规》传统文化啊，三年的时间，当地百姓的收入都翻倍啊！<laughs> 哦，来了几万人来这里学习，他要吃啊，他要住啊，他要用啊，<laughs> 那当然。 这整个经济自然带动起来了，而且用文化带动经济啊，没有副作用。哦，你假如说哦，这个观光业啊，又要赌博啊，这些不好的行业又要发展呢、啊，那流弊也很大啊。文化事业特别好啊。好，那。 诸位同胞啊，这个机会还有没有啊？事隔十二年啦、啊，今年是二零二一年了、啊，啊，这个机会啊还有，机、啊、不可失啊，时不再来啊。假如啊，我们。 同仁一条龙把它办好，哦啊，像台中联社，他们从四九年办学到现在都没有断。哦，徐醒明老师讲经，今年九十四岁，一个礼拜讲经啊，好像还两三次啊，这都是。 沉船李老的善知识啊，有这么多学习沉船传统文化的点，我们都持续啊做出更好的成绩，啊，让全世界来，我们非常欢喜供养他们经验，希望他们做的比我们更好。啊，这是啊，我们祖先呢、啊、留给我们。 这片土地上的福报啊，啊，我们得好好来珍惜呀！啊，虚空非大，心王为大；啊，金刚非坚呢，愿力最坚啊。我们看老法师第一段就说了：一条龙啊，是要搞团结呀、啊。 啊，《诗经》说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呐，更何况我们不止两个人呐、啊，啊，我们是一个团队了。啊，承德越深入老人家的教诲啊，感触啊越深。 老人家晚年讲经啊，不只是他老人家的智慧，也是融入他老人家人生的阅历呀、啊。他一生看过很多事啊，体会人生呢、啊、很深呢、啊，尤其。 啊，有一次一次开示、啊，也是在台湾，我们这笑脸讲堂，啊，黄柏林警官，啊，他们的团队办了李炳南老师圆寂三十周年的纪念，啊，邀请老人家，啊，徐醒明老师。 啊，果清律师、江义子老师，啊，都是老人家的学生呢、啊，李炳老的学生呢、啊，这样的聚会很可贵啊！啊，从每一个学生分享自己的老师，慢慢我们心目中的李老好像变得越来越立立体了，也更感佩他老人家啊，对中华文化传承的。 良苦用心啊！而老人家在这一次的主题发言呢、啊，就是谈他跟着李老十年的姻缘，他怎么当学生的、啊。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啊，承德分享群书之要。 六个纲目：君道、臣术，怎么当下属啊？贵德，德者本也啊，德是最重要的啊。贵德啊，再来为政，为政啊，管理众人之事啊，叫政政治啊。那为政，其实只要我们是带领团体，就是为政的范畴。 啊，第五，敬慎。什么事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都要恭敬谨慎啊。第六，明辨，慎思明辨呢、啊，要会判断事情啊。有时候一个决策错了，补都补不回来啊。好、哦，而这六大纲领底下还有小的纲目，啊、哦，一个。 纲目里面句子最多就是物本所以孔子这一句“君子务本”啊，是游子说的，相信也是承传之孔子了啊。而当陈德讲到其中一句啊，这一句说到啊，“知为人子”。 然后可以为人父，知为人臣，然后可以为人君。啊，之所以是人，才之所以使人。啊，知道怎么侍奉人，才懂得怎么样去待下属。 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印象啊，好，好像日本企业他要升主管，都要到他家去看呢、啊，他的孩子怎么样啊？啊，夫妻情况怎么样啊？哎，对父母怎么样啊？这有道理啊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啊，啊，而且他们的主管是什么？ 从基层干起来的，啊。陈德回想啊，我小时候那个印象就是，哦，MBA 回来了，好、啊，拿到一个管理博士啊，管理硕士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啊，企业家第二代，结果真的给他管了，人都跑掉了。 啊，他爸爸小学毕业，比他好。<laughs> 这个中啊，三妹在哪啊，都不能看外表的一个学历呀、啊。啊，陈德刚到回到这个大陆的时候啊，啊，第一站是海口。 听到很多老人家说：“哎呀，我没有文化，哎呦，我没有文化。”哦，后来我听的实在很别扭。我说：“老人家，你是没有学历，你不是没有文化。哦，我们现在年轻人是有学历，没有文化。有文化的人可以感化别人。” 哦，你们虽然学历很低，甚至不识字，可是你们做的会感动你的子孙，这是有文化的。哦，佛法说种识字哦，不种形式哦。好，好，那刚好讲这句话的时候啊，哎，体会到，哎，真的呢。 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思维，本在哪？啊，不然呢、哦？我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教育界的人，啊，他跟我谈第一句话，我印象很深。他说：“我们教育啊，不好好思考啊，可能我们会搞的是什么呢？” 急功近利、舍本逐末的教育啦、啊，哎，我们不求有功啊，但求无过啊，不能搞成舍本逐末啊，那就适得其反了、啊，甚至会揠苗助长啊。 那孟子那个比喻哦，不是讲两千多年前啊。我们不以这一段话，我们不以历史为借鉴呢、啊，后人哀之而不见之啊，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啊。可能我们也都会犯下以前人犯的过错了，除非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。 啊，不然有时候我们读历史，哎呦，唐玄宗也太夸张了吧？怎么一个杨贵妃就把他搞成这样啊？大家可不要笑唐玄宗哦，唐玄宗还没遇到杨贵妃以前，开元盛世哦，达到三十多年哦，哇，这么大一个国家呢，唐朝嘞。 他能开元盛世啊，这个我办不了啊。可是他最后遇到他的罩门呢、啊，遇到可能前世可能跟他七世夫妻的境界限浅了。可是我们不不以以他为鉴借鉴呢、啊？啊、哦，只是都哎呀，这太夸张了吧，太高尚。 最后，我们自己也会这么夸张，因为我们都把精力放在看别人了，没有拉回来看自己呀、啊。这样我们的反省、反观能力啊，不知不觉就弱了、哦。警觉性一不够啊，我们要知道呢，修道的路上啊。 考题没有越考越简单的，一定是越考越难，哦，所以警觉性要越来越高，是警觉性哦，不是紧张哦啊，啊，紧张就变烦恼了哦，哎，警觉性，哎，时时反观，啊，观心为要。 啊，祖师，啊，师父上人这些教诲，哎，我都把它放在心上，啊，时时来关照自己。好，那因为分享《群书之要》这一句“悟本”，啊，就反反思了。哦，对哦，我当好了儿子，我才能当好父亲啊。 不然我怎么教孩子孝顺呢？啊，我当好臣子了，我当领导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怎么样带他们呢？啊，不然我只是纸上谈兵的 MBA 啊！啊，再来我懂得怎么侍奉人，哎，我在手把手可以带年轻人呢、啊，底下的人呢、啊？ 说实在的，人才都是手把手带出来的。人才不是读个博士就变人才啦，都是遇到好的教授、好的老师、成船的老师的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的精神，人才才会出来，都离不开师道啊。人为这个世间。 做出真正长远的贡献，绝对离不开孝亲尊师的人啊的心。心生种种法生呢？《史记》怎么来的？啊，司马迁受了宫刑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，这么大的侮辱。 但是想到父亲交代他的事情，忍辱负重啊，所以史记也离不开孝心呢、啊。好，那我这三句看完了，自己呀、啊，背后发凉啊，啊，流冷汗呢、啊？为什么呢？ 当时候啊，我跟大众交流啊，啊，差不多是啊十年左右的时间。但是因为因缘使然，啊，第一站海口，人家就叫我蔡老师了。啊，事实上我连老和尚都没跟在他身边学习过。 当时候去了澳洲济州学院，也是只能远远看到啊，就已经很满足哼。<laughs> 哦，你说真正跟着身边这样指导，没有啊？结果居然被人家喊老师喊了十年，都还没有好好做过学生，所以冷汗直流啊！<laughs> 哦，从那个时候以后啊。 哎，一有时间就飞飞到香港，啊，后来才听懂为什么每一次，啊，上人一见到我们，第一句话，来住多久啊？啊，我呢，悟性太差了，我就开始算了，啊、师傅五天。后来我终于听懂这句话了。 这一句话就是“多住几天”的意思了、啊，啊，不要匆匆来冲冲、啊，匆匆去呀。大家想一想，啊，我们回外婆家的时候，啊，你看外公外婆，啊，那种心境，啊啊，假如他们问我们要住要住几天呢、啊？哈、啊，他就希望我们多住几天了、啊。<laughs> 哦，所以听话要听懂。 弦外之意呀、啊，啊，包含老人家在九十岁快到的时候，在讲经的时候说：“我要收学生啊。啊，我一个人的能力啊，可以带五个人啊。”哇，师傅话都讲这样了，那一堂课我没听完就跪下来了。师傅，我我们愿意跟着你啊，啊，师傅说：“起来，起来。” 后来我又飞走了啊，所以又有任务啊。哎，像老法师能跟着李炳南老师十年了、啊。那是福报啊，大福报啊！一个修行成就的善知识，他的言教身教都印在他的心里面。 那是何等的福报啊！有时候我们遇到境界，都还不知道提起师父哪一句啊，印象不够深呐、啊。哦，那当然，啊、哦，孟子的表法已经告诉我们了：时空是假的。啊、哦，偶遇大师跟莲池大师学，学的最好。 时空不是障碍哦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大家一起共学，我们首先深入师父上人教学的理念啊，我们不只是耳听啊，啊，我们还要心听，用心听他老人家的教诲，还要神听。 心神领会啊！啊，你假如听到师父讲哪一段，你突然会心一笑，啊，那就有点禅宗的味道了。啊，禅宗不是拈花微笑啊？这个花一拿起来，啊，迦叶尊者笑了啊！啊，这个以心应心啊！待会我们讲哪？ 师傅哪一段啊？你突然会心一笑，嗯，啊，可能老人家这段话你就终生难忘了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会一起学习啊，二零一六年啊，在台湾办。 啊，李炳南老师三十周年，啊，原啊原籍三十周年的纪念论坛，啊，老法师的这一段开始，啊，我们会陆续啊发给大家，其中啊，老法师啊，和盘托出他怎么学的，字字珠玑啊，啊，我刚好。 跟马来西亚的同修一起啊，学习老人家这一个小时的开始，学习了四十个小时啊，还没讲完呢、啊。哦，后来觉得哦，好像赶快结束了，<laughs> 因为觉得这个每一段啊。 其深无底啊，其广无边啊，我们真的不能走马看花、啊，囫囵吞枣啊，都饱含着老人家的智慧跟人生的阅历。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到啊。 师父上人包含了传承的善知识，都是同体大悲啊！真是十方如来连念众生啊如母一子啊！啊，面对我们弟子想听啊，保证都是掏心掏肺啊！ 和盘托出，重点是我们要珍惜啊！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呀。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呀。啊，诸位同道。 老法师讲这两句话之后，又加了几句话，你们记不记得啊？哦，记得的同同仁，可不可以？您打开麦克风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哎、欸，老人家加了什么话？ 哦、可能你们谦虚啊、哦哦，不过我们是在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大家不要客气啊、哦。你 <laughs> 曾经得万分利益，<laughs> <laughs> 好，谢谢我们陈校长哦。老法师又加画代表画红线啊，很重要哦。 那老人家在家这些话，我们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心呢？生怕我们漏了最重要的话，漏了修学最重要的关键，关键没有掌握住，学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可能不得其门而入啊。 所以，老法师有一个专题：传统文化如何学习。老人家开篇就说，学传统文化跟科学不一样，科学学知识，你可以怀疑；学圣教不行，你要用真诚心，你要用。 恭敬心，你要用清净心，心用对了，才能学进去呀、啊。哦，所以当时候听师傅讲这一段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 百分沉浸得百分利益，千分沉浸得千分利益，万分沉浸得万分利益，还没完哦！讲到这个份上了，老人家还 For example，马上给我们举例呀、啊。 你说老人家这番苦心啊，我们怎么可以把这句话忘了呢？<laughs> 老人家马上说：“我们历史当中，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就是万分沉静，得万分利益，所以他能够半部《金刚经》就开悟了，就成为祖师了。” 不是偶然的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十年姻缘呢，啊，我们在一起啊，好好来深入，啊，而刚刚跟大家提到，老人家说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。 而这个善于观察自己的老师，才能知道老师是怎么把佛法用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、接物的。佛法不是知识的记忆哦。儒家也提醒我们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哦。 是要温故知新啊，是有悟性的哦，啊是要解行相应啊，把自己提升上去的啊、哦，所以老法师说，佛法是最现实的，它管用啊，啊，你马上用。 马上就有效果啊！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我们的心真的改变了，外在的家庭、团体、社会环境也慢慢会跟着转变。好啊，这个善观察啊，不止观察自己的善知识，进一步。 观察祖师，观察每一个人的优点，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呢、啊？哎，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同事的优点，那我们当下就是普贤行啊。 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啊！称赞如来，他随时看到人家的优点，道人善即是善，人知之,之欲思免。啊，见人善即思齐，众去远以见机也、啊。好、哦，哪怕对方他是做错事的，也是我们的善之事啊。 他用反面教我们了：见人恶，即内行。有则改，无加警。啊，有时候啊，哎，我们最生气的那个人，我们能够反观说：哎，他让我生气的那一点，我有没有？ 因为我们一生气叫着相了啊,啊，就没智慧了哦。哦、啊。但是我们一反观，叫内学啊，往内了。哎，他这个脾气大，哎，我很生气。我一回头，哎，我脾气也不小啊。印象深刻，不好意思了。 啊，我们曾经有一个同同仁啊，他在说某一个同仁啊很懦弱，哦，那他自己长得高头大马了，啊，那对方确实是比较瘦小，他就笑人家懦弱啊，然后讲了差不多也有好几分钟的话，啊，我等他讲完了，啊，他停下来了。 过了几秒钟啊，我就跟他说了：“我说你就不懦弱吗？”啊、哦，我讲了一次啊，他还没有回过神来。啊，接着我又说了：“你假如不懦弱啊，你现在已经在大雄宝殿了，给人家膜拜啦。” 我们只看到别人懦弱，没有看到自己在菩提道上。我们也常常退缩啊。假如我还会退缩，我去说别人懦弱，人家服气不服气啊。哎，李炳南老师说，学佛是学人情事理啊，要体恤人心啊。 哎，人情事理在哪？每一句经教里面都有人情事理哦。学佛就是学人情，就是学世故，这是李炳南老师教的哦。不懂人情，不懂世故，是书呆子哦，会伤天害理哦。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学通哦，用出来。 用到人家都不敢学传统文化哦，哦，学了会变成他这样，我我看我别学了，哦，我我好像还比他正常啊，那就麻烦了，我们就没有为人演说了。大学里面说到了，其家不能教而人教人者无知啊。 是不是人情世理？今天你在跟他讲传统文化，他看着你的孩子这么不听话，他服气吗？不可能服气的嘛！啊，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，而后非诸人。经典里面的“而后”啊，大家不可以。 稀里糊涂过去哦，那个而后是什么？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哦。那个而后你不能乱跳哦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哦，家齐而后国治。结果我们现在一学传统文化。 前面六个不用了，直接冲到治国平天下。这个《礼记学记》说：“学不列等哦，还是要打基础哦，嗯、不然呢，表演出来会让人家误会传统文化哦。”所以，君子有诸己，我们有这个优点。 而后求诸人，你去带动别人来行善，就像顺在雷者，他谦让，慢慢就带动别人谦让，求诸人了。无诸己而后非诸人，我没有这些缺点了啊、哦！比方说，团体里面我都不发脾气了啊，同事看了。 挺羡慕的，因为暴怒伤肝呐、啊，发完脾气身体也不舒服，然后呢，人际关系还要去啊拍谁了拍谁了啊，还要补救补救，他也不想这样啊，他就自然而然来，请教你了啊，桃梨不语，夏至晨曦嘛，啊，你那个桃子很香，香气扑人。 他自然就来了吧，你不用叫他啊，哦、所以是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我没有这些缺点了、啊，哎，慢慢互念别人，也把这个缺点改掉。但假如我们现在当父母、当老师，我们自己这个贪嗔痴，我们不调伏，我们去要求孩子。 孩子不服啊、哦！我有听到啊，真实的例子啊！啊、哦，老师啊说呢，要让孩子多吃一点苦，啊，都不给孩子吃什么菜，说给他们吃苦。 然后老师啊，吃的很好。然后呢，小朋友犯错啊，罚他不可以吃饭。哦，陈德听哦，心瓜加油啊！我听了真的是很心痛啊。可是我觉得还是我的错。 我自己呀、啊，没有很好的跟大众啊宣讲清楚啊，我自己没有好好啊学习老和尚的经教，进而没有给大众讲清楚。好，在家是我的责任，出家更是我的责任。出了家我再不做，那我名不副实啊。 我只能到地狱报道了。地狱门前深道多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出家饭不是随便吃的。为什么说自己没有深入到老和尚的教诲？老和尚在二零一六年在香港佛的教育协会主办的冬至祭祖，就讲到了。 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，其中里面讲到了“七不责”啊，这个“七不责”里面，我们去感受当父母，我们几千年来是怎么当父母的心境啊，是怎么当老师的心境啊。第一个，对众不责。 在众人面前，你要给他自尊啊。第二个，愧悔不责，孩子的表情已经觉得很难过、很惭愧了，你还要继续骂他，骂那么久，那些负面情绪会积在心里呢。第三，木夜不择，他都要睡觉了，你还骂他，他不做噩梦吗？ 第四，饮食不责啊！正在吃饭的时候，不要责备孩子啊，连吃的时候都不要责备了，更何况是不给他饭吃啊？结果孩子特别渴望去整理老师吃剩下的饭菜，我听了都心痛啊！孩子说还可以舔。 留在老师盘上的东西，古人教我们啊，让食于幼啊，小孩在长身体呀、啊，大人舍不得吃，让给孩子吃啊，让他们在这个最重要的长身体的那几年。 因为这个身体长成了，他受用一生呐、啊！啊，让名于上，让功于众，让位于贤，让食于用。啊，古人都是这样的心呢、啊。 什么心呢、啊？真心呢？啊，让名于上，自自然然的；啊，让位于贤呢、啊？因为公大公无私啊，有比我好的人才，赶快让他来利益大众啊！《大学》里面讲。 为人君，止于仁呐、啊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其实就是真心在每一个角色自然流露的德恨呐、啊。 他是自自然然的，他对到父亲、父亲自然这个心境上来，了。对待孩子，他的慈爱就上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学校教书，面对孩子是老师啊，哎，一进家门，啊，看到先生是好太太啊，啊，看到婆婆是好媳妇啊。 我记得我二十岁出头吧，好，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他说啊，结婚啊，不要娶小学老师。啊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小学老师回到家里面对先生说：“你给我站好。”哦，那先生受不了啊。哦，当然啊、哦，他讲的是特例啊、哦。 哦，其实啊，这个这个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啊，我们容易在每一个境界当中啊形成一种惯性，可是呢，频率啊，因缘已经切换了，自己那个惯性还没调过来，所以为什么《金刚经》要讲二十二年？因为不止走不容易啊。 要因无所住不容易啊！啊、哦，所以像我们自己的团队啊，有时候因缘变化了，哎哎，本来当领导的，哎，调整下来当下属啊，他当领导当得好，一调来下当下属还是当的称职，这个有功夫了。 为什么任何因缘，他真心现前，该是君是君，该是臣是臣，啊，能当君不能当臣，那已经在君当中啊产生执着点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因无所住啊，哎，都得练哦，哦，都得立誓练心啊，练不执着，啊、哦，好。 哦，还听到啊，啊，说啊，有老师啊，跟家长说啊，打孩子呢，打的越狠呢、啊，帮孩子消业障啊。哦，我听了都胃痛啊。老人家有一个专题啊，这个我们之后也。 也会交流。老人家讲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啊，哎，这是老人家把菩提心怎么用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，就给我们开解的很清楚。都要用真心啊，要用菩提心呐、啊，望失菩提心，修诸善法。 是名摩耶啊。劝发菩提心文，指导的这一句是《华严经》的教诲啊！啊，真的有有父母老实听话，把孩子打到皮开肉绽呢，几天都不能坐啊！ 你老实听话，也要先会判断啊。都说听老和尚讲经，老和尚沉静谦和、温文儒雅，怎么我们用出来用成这个样子啊？啊，所以这个七不折啊。 真的目前目其心呢、啊？我们能体会到，当父母、当老师，应该是这样的心了，都不会出现这些状况啊你打他的目的在哪里呀、啊？请问你打他的时候，你可以感受他的心吗？教育。 是知其心，然后可以救其失啊，然后可以长其善啊。他这个心是好心，你及时给他肯定，他就越来越增长。他这个心态不对，你给他适时的叮咛提醒，他生惭愧心。 就好了嘛？你打到他怨怨你了，你还觉得帮他消业障，那不是我们自己太执着了吗？所以都在感叹呢、啊，怎么现在学传统文化没出路？学传统文化孩子不欢喜，种种现象都出现了。这个我们明天呢、啊？ 再来交流。所以一开始跟大家提到了，老法师说啊，我们要随顺圣贤、佛菩萨教诲，不是随顺自己烦恼心气，也不是随顺哪一个人说的。说实在的哦，当发生事情，我们说我是听谁说的啊？ 你不要把责任推给他哦，是你没有判断力哦，再来哦，是你跟他相应了哦，你跟他不相应，他讲的也不起作用哦。万法因缘生，它只是个缘，因在我们身上哦。好，有时候我们出什么事的，都是朋友的问题哦，都是邻居的问题哦。 其实还是要看透啊，万法因缘生哦，因还在我们自身身上哦，不能把责任推出去哦。好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们看老法师开头啊就说了，办学呀、啊，现在是第一功德啊，因为后继无人啊。 没有人，佛教就消灭了。这句话我们佛弟子听了，怎么也得干呐、啊！我们都是因为佛教，我们的人生才改变的。假如没有佛法，成德还是在不在这个世间呢？都是个大问号啦。 我们今天呢，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。好，有有讲了一句哈，哦，老法师的教诲有讲一句啊，啊，今天先跟大家供养交流一些啊，老法师对我们修学很重要的开始啊。好，谢谢大家的参与啊。还没有吃早餐、中餐、午餐的啊，同道们啊，大家赶紧好好用啊。 啊，用餐愉快啊！大家晚、安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阿弥陀佛。